后在那个公园的出口，然后有几十个垃圾桶都现在都正在燃烧。时上演，香港今次真系冲出国际啦！唉，香港已经向全世界输出呢个暴力革命。如果西方国家仲喺度美化香港示威者嘅暴力行为，佢哋终将自食其果，被暴力吞噬。因为每个走上街头嘅人都认为自己系正义噶。夏昭君体也相同，就系呢个意思。支持暴力好快就会蔓延到全球啊！